你说，就是，我就是嘚瑟，我就是让你又着急，但是你又干不掉我。你来搞我呀，你过来呀，对吧？你硬怎么地呀？怎么了？你是不是不爽？我故意的。刚和陈警官连麦的柬埔寨小六，这次彻底不装了，开始肆无忌惮在直播时挑衅叫嚣。难道小六这是仗着抓不到他藐视网友吗？还是说这一波骚操作是间接承认自己与亨利集团有千丝万缕联系？自从缅甸某受害者实名向老陈举报小六以及曝光诈骗集团幕后大佬是谁后，反诈警官老陈就与小六连麦。在连麦中，当初死不承认的小六主动交代自己叫张海娇，是个东北女孩子，为了不被缅北里塞高殃及，还承认自己也是被骗到柬埔寨的，只是运气好了点，在缅甸遇到大老板后慢慢发展开了两家公司，但并不是从事违规行业，主要经营直播带货及洗漱用品。当初所谓的高薪招聘并不是没有条件，而是要求来应聘的人有专业特长，不然就算来了也会很难生存，且稍有不慎还会误入歧途。这点有网友指出和当初招聘并不符合，当初小六的招聘内容可是很清楚，写着无工作经验的小白也能上手，而且还是月入过万的高薪。还有网友提出质疑，其实小六所开的公司合伙人吴某疑似是在逃人员，因为网友们太过激动，小刘不得不解释道，这个合作人吴某真实身份表示并不是什么嫌疑人，而是自己的女朋友，现在二人已经分手，只剩下合作关系。陈警官也提出想要见见这个合伙人，但小刘的表现很是反常，支支吾吾左右而其他，大概意思就是这个吴某人不能露面，现在人不在这边也没有回国内。对于小刘慌张和下意识抹鼻子的举动，引来网友们猜测，在心理学上看这是下意识撒谎行为。还有网友表示，可能小六不让见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传闻中的女朋友，或许真实身份并不是单纯的合伙人。小六的种种慌乱举动让不少网友认为就是在掩盖事实，但当老陈询问缅甸柬埔寨真实情况时，小六就立马来了精神，这点他敢打包票，缅甸是个是非之地，虽然在国外生活了三年，但这边情况可没有国内好，而且夸赞国内社会稳定治安好，虽然非常思念国内生活，可无奈回国费用太高承担不起，若是真的要自己回国接受调查，恐怕要等到粉丝破百万才行。甚至小六还提出无理要求，希望老陈帮忙澄清谣言。老陈的一番话意有所指，其实老陈可能也有耳闻，当初网红吴嫂去柬埔寨找小六后就莫名其妙消失，还说回不去了，而柬埔寨小六为了给自己洗白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先是撇清自己与李赛高的关系，之后在网友的追问下直播时称自己根本就不认识吴嫂，种种迹象都表面小六在撒谎，他的身份背景及幕后老板不简单，能让找他的一个大活人无故消失，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就在近日，柬埔寨小六彻底暴露真面目，直播间面对网友的质疑当众叫嚣，就喜欢大家看不惯又干不掉自己的样子，有本事就来抓他，有本事就过来，如此嚣张的态度令人发指。而且小六在曝光自己收入时竟然意外暴露幕后大阿斯，表示自己直播月入上万，已经成了平台签约大主播，根本不会有封号这一说，且私下还和官方有过合作，没有时间做网友们所说的那些违法事情。但网友们并不愿相信小六是清白的，很多网友猜测就负责带人一个就能拿到10万左右佣金，除了这些可能并没有什么实际案子。结合当初自称是柬埔寨小六受害者爆料，还露出自己头上的伤疤来证明自己揭露的上线小六及他的战友黄某人等其实都是真的大鱼，还对网友表示自己已经报警，若是小六回来愿意作证，不过小六会不会回国恐怕网友们也是心知肚明的。一个主播月入过万，自称把钱都压在公司运作和货物上，但出门就开宾利的人怎么可能没有钱买机票呢？拿疫情和回国路费贵为由借机涨分才是真的吧，恐怕和老陈的连麦也是在忽悠网友们。难怪小六直播时表示画大饼自己最在行，看来柬埔寨小六的态度已经表面，他实在是不想继续装了，反正就算是摊牌了也抓不到他。不过在国内，对于这种行为，若是某些人真的做了违法的事情，网络也不是什么法外之地，就算远在万里顺着网线也能找到，再者除非他这辈子都不会回国，否则一旦踏入国内领土必定受到应有制裁。不过近日又有网友爆料小六因家中有事已托人预定了回国机票的截图，
上面可以看到小六预定了4月19号回国票，可没想到在网友发文询问真假要不要到机场接他时，小六又说自己预定了4月17号机票，视频和截图留言日期完全不一致。小六前言不搭后语的话让人对他此举感到迷惑，不过不管他回不回来，还是官方提醒的那句话，缅甸这个地方地域管辖复杂，很多地方都是三不管地带，希望广大网友们不要贸然前往。既然官方都多次提醒，那么不能去肯定有不能去的道理。其实在国内大好山和美景多的是，根本没有必要去国外冒险。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认为柬埔寨小六真的会回国吗？你们觉得他说的话值得相信吗？